洗面粉是欧洲药妆店跟超市常见的商品，它可以针对容易过敏、油性肌肤，可以直接加入澡盆软化水质，也可以加水调成膏状，代替沐浴乳来使用。刚出产房的妈咪，行动不便，或者是有洗头的机会，可以用粉状的米淀粉按摩头皮，清除油污，维持头皮的干净清爽。哇！油性肌肤最适合用米淀粉来敷脸。先用水稍微把脸打湿，将米淀粉加水调成膏状，敷在脸上。稍后片刻再清洗。可以软化角质，清洁毛孔。欧洲玛尼美肌的秘密武器，就是在上妆后铺上一层米淀粉，提亮加定妆。我们按赞加分享。